马诗丽，免谢你，大家好，好，大家好，这久没来高雄啊！你刚讲一句啦，你也免来讲了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免谢你，硬去陪。一定要跟阿你讲哦。不啦不啦，马诗丽，你讲硬去陪真好啊！我这朋友硬去陪我，硬去陪。哎，你这么搞意思，你嘛是呢？别乱啦，别乱啦！他们等什么等？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啦，别生气啦！你两个大家拢搞我骗呐！我哪给你骗啦？有啊，应该搞我骗。那人生做完，你佫讲骗，哪有意思？有一个因搞我骗，骗去宜兰，讲要甲我介绍男朋友。哎呦，我足欢喜哦！我靠，我甲伊讲，我讲无啦，碰过人哦，我吼，要就是。你甲你讲啊，我这人做挑剔的嘛。对啊。会顾家，袂啪啪走的。对啊，顾家袂啪啪走的。你知伊甲我带谁来无？什么人？讲甲我介绍阿杰来啦。哎，真正袂啪啪。讲袂啪啪。哎呀，你别回走，佮走无啥会行。我甲你讲，天良哦，天良哦。啊，今日你讲无诶，你不会你讲爱一个人爱你服务诶，今日讲你龙眼转来舔舔，人家一个出来，一两零。我讲爱体贴诶，爱会甲照顾诶，爱甲两零诶。对啊。恁在伊床上来无？稍等下，出去外口，我袂使乌袂看诶。嘿啊！伊讲带李冰辉来啦。好。这是你开诶条件。对啊。李冰辉敢会使乌袂看人？我是电脑怕鬼波哦，电脑征婚条件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哎。是啊，你红彩唱这歌出来，我来了解讲马斯你这么心肝在想啥物。伊讲身边有一个少年郎，啊，然后有天上有天上，你不是少年郎吗？你搞个鬼？少年郎你家身边有一个少年郎啊，有一个坚实的肩膀。你先讲，从我先讲一下哈。奇怪，我准备做独孤哦。